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永不丢弃，尼希米记九章十九节。你还是大施怜悯，在旷野不丢弃他们，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，仍引导他们行路，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，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以色列人蒙神垂爱，在万民中被拣选，将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向迦南美地，但他们在旷野中常常任意妄为，背逆神。神却用恩赐带他们，不丢弃他们，用云柱火柱引领他们。神深知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败坏，依然大施怜悯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，依然引领我们前面的路。愿我们有感恩的心，常常思想神的救赎，紧紧跟随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你是公义又满有慈爱的神，你是守约的神，你的应许永不落空。谢谢你没有因着我的顽梗悖逆把我丢弃，谢谢你不纪念我的过犯，继续大施怜悯。当我愿意回转，圣灵就如云柱火柱般引领我。主啊，将我的家人带到你面前，求你拣选并赦免我的家人，他们不认识你，常常犯罪得罪你，求主像当年带领以色列人一样，不因他们的顽梗丢弃他们，用你的慈爱怜悯引领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走过人生的旷野，走进永生的迦南之地。愿我们的生命都在主耶稣基督里，直到得着全备的救恩。求主垂听孩子不完全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